去便利吧。对啊，就是 because of 他们。动物园里面很多只穿山甲都是救回来的。对啊，嗯。说屎尿很多，我现在过去会扫，到底过去干嘛？只要带拿来各自，你懂什么？我才那么直接讲啊！对啊，爸妈的嘞，够水小，这样也要被虐？对啊，我后天要上班，他这次刚好调我上礼拜是礼拜五，来收东西。你要小孩有什么东西？我在海外就会养。就是密码就会说。哪里有？在那个桶子橘色那里。他在阴谋吗？他想下班了。